来吧，朋友们，都说洞里有大货，我不信。今天拿着这吃鸡神器过来看一下。我的妈嘞，真的有大货，是只八爪鱼啊！哎，小点声，别被人家发现了啊！如果你的手机连接了双击，麻烦给我一个 WiFi。喜欢密洞探险、向往海边生活的，加个关注，咱们直。来，老铁们，这不知道是谁弄了一条假的鱼给他扔在蜜蜂镇里啊！我还当真了呢，我还以为是条真的活带鱼呢啊！假的吧，这是。这做工还不错，你看这么亮，正光瓦亮的啊，喷漆喷的不错。双击老铁，喜欢赶紧关注我。小伙伴们，这竹节蛏是一种撒盐就可以抓到的海鲜，既好吃又好玩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给我点亮小红心，而有的老铁不管你怎么求他，就不给你点，就不给我点，不给我点就对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种鱼的啊？这叫大嘴鱼，也叫冠青鱼啊。看看它的牙齿锋利的像锯齿一样啊。大嘴鱼幼稚鲜美，可以清蒸红烧，起锅烧油。大家老铁有没有吃过大嘴鱼啊？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啊。喜欢的给个双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！每到大海退潮以后啊，都会发现这样的呼吸孔啊，里边大大小小、多多少少都是有货的。我的妈嘞，原来是赤甲红啊！进来的老铁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给老弟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